欸，这开的几率多少啊？这哪个地方啊？二楼。我好难过，没有大理卖羽毛机也没抓到。所以你们等下，你先确定说那个切换地图让别人进来有用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不然晚点我开啊，我一直狂刷，因为我想要收集很多粉色毛巾。那如果我再出去再进来有用吗？你试试看啊，那你试试看，可以的话，我还不想房主出去不行，我确定房主出去不行，我还不让你们抓，我想要，我想要很多毛巾。不知道欸，应该不可能有吧，这样就抓一大堆了欸。对啊，当房主开着其他的一点，我试试看。哎呦，我没有发现他遁地，我就直接抓了。我是因为之前那个瘴气的毛鸡这样子没抓到。没有，我瘴气的毛鸡是拿石头丢他。然后就跑掉。为什么要拿石头丢他？哦，那时候就想说啊，我一定要记得把那个网子装上去，装上去，就是忘记装上去。萤火冰咒。我突然觉得好绝望。我其实很懂，什么都没拿到，然后东西也没抓到。那我不懂这个。路上我有争夺地方的痕迹。是说这里吗？几乎都是鸟笼种的。鸟笼种不小补，多开几只炫鸟、烧鸟之类的。兽笼种。还有什么萤火？探索中魔物消失，宇宙跑。哦，太阳出来啦！有吗？欸，我跟你讲，其他人给我出去再进来。有干，认真哦，认真。你们要抓赶快抓吧。失落感有没有比较少了？有，非常少。我要再出来一次，我要再出去再进来一次，看你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操你的！不啊，不然等下试一下嘛，房主出去。就我出去吗？等下我再让我抓一只。可是，应该留哎、欸，这边 nice 也是入珊瑚吗？啊，对，要留一个高等的在哈。对啊，你们谁是入珊瑚高等的？欸啊這個、房间已经开了，所以不管在不在，就等下试试看啊。安哦，原来发现抓毛鸡的 bug 吗？这个狂抓毛鸡打法。你、嗯、太无耻了吧！还不如每个人收钱。三等而已。我们这边七等，好像有讲讲。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因为房间是你。欸嗯对，这样你回得来吗？我再试试看啊！哇，所以先吃生物博士竟然是真的有用哎！天啊！
那房主跑掉了之后，他会转移吧？不会，他不会转移，因为地图，因为你不能接任务了。啊，是哦。剩下的三个人会不能接任务，你只能打现有场上的魔物。哼，我试过了。哦。他不会转移房主，他就是卡在那边。哦。你们这些无耻的人！我开那个，我可以开古代树跟瘴气的刷给你啊。看，欸，有欸，真的有欸。我要青苔毛戟干嘛啦？青苔毛戟那么丑，虽然他头上有蝴蝶。那我退了。让我按到近战攻击。我退了。我退了。好，你退退看啊。拜托，我想要，我就是想要粉色的毛衣。对啊，没有显示转移队长啊，我们回去看能不能接任务。我记得是不行。就发现我进不去了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在想你进不进来，因为我们不能接任务，对啊，不能接。我只能交报告而已。不行，只剩下酱油膏的。哇哇，难过。那节哀，我节哀啊！我只能节哀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好可惜哦！应该叫你让我们进五只的。我不要，差个五只你再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死也不要。我宁愿把毛鸡杀光，也不要让你。为什么你要？下次你开到我发现我毛鸡，我马上说。哎，等一下我重开一下，怪怪的。我布置一下毛鸡。呼呼呼呼！你看看啊，这只哦，这只会生气哦，粉色那只。所以你现在在里面吗？我在小屋里啊。我看。你去弄它。等一下等它自己啊，它自己会动。在这里，他钻进去了。哦，变大了，变大了！有看到吗？我妈妈，哎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好大，它是河豚欸。更变配置环形生物。绒绒毛鸡再一只，好，啊，不然你再吃一次生物博士。干嘛的？快了。干嘛啦？好不好？啊？什么啦？我帮你吃高级餐券啦，你出来啦。我出来。你在小屋吃得到餐券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大不了自己吃吗？我帮你吃，我帮你吃，餐券我付，好不好？你贱呢。你缺哪里的啦？我不用啊，就是我们反正我们要打鹿山湖的，啊，就继续打。那干嘛要我的？哦，你吃高级冲虾啦？啊对吼，啊没关系啦。看这低能呢，欸，你不会多炸几次哦？不够伤害啊，四个爆桶也不够。那你们帮我放哦。啊，我帮你放，我帮你放，好吧，我帮你放。白痴，就说餐券，那个高级餐券。我忘记了吧，我要说，我等下跟你吃高级一点的。白目，你是很不想要啊？我很想要。哎呦，我想说，哎，钢龙跟不要吃的那么不好。白目，最最安安。这么快参加干嘛？我还没预欸。不用预啦，没有就算啦。我操！反正是要来挖矿跟挖古董，笑死。
苍龙绿山。No？ 那我去看古代树。好啊。你给我去把路三五升到七等，我也想说、啊。你可以寻求江江的协助。他好懒哦。对，他会讲哦，好懒。我自己都没有帅。他可能开个两场，他就不帮你。对啊。那个古代树，一个在洞里，一个是在地一楼嘛。一楼的那个啊，药草旁边。药草嘛，啊，没错。你只是要牙种而已嘛。对啊。没有。看另外一个。哎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普通的吧，对，普通的毛鸡而已。不是啊，你那个瘴气的不会有啊？对呢，我来瘴气干嘛？啊，抓毛鸡啊！药草，还是我可以全五等啊？药草在哪里？我怎么找不到？我看到找到没有。你穿隐身衣可以走进来啊，你不用怕啊。谁走进来 ？Nice 啦。好吧，这边没有。更换道具啊！采竹机，对吧？采集。对，这萤火啊，不是想过去。嗯？这样有用吗？快下哦。我要把拎过来，我的天。啊，他直接追你哦！因为你隐身啊。救命！没有，上面也没有古董什么的。
哦，没了，没得玩了。狂闪。哦，还有雷光虫再进一颗。啊，我在找古董分矿。哎、欸，赌博鼠已经在不屈了吗？还是？他被咬死的吧？我以为他在家里不屈了。哎、欸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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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走了走了走了。他又回来了。还是再重开一个啊，不然他再好烦哦、喔。可以啊，来点友善的麒麟如何？好，还要吃吗？吃啊！干！我恨你！都来了，为什么不吃？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欸、白痴哦、喔，干嘛回家啊？我回家浪费。没关系啊，把体力重置也可以了。哦，好啦。好啦，这一餐我请了。我吃了啦。不要那么凶。我吃生命保险，不要逼我。好爽。嗯，就只有这时候会笑。怎么会那么爽？我也帮你吃一个生物破书吗？那是你要的。哎、欸，冰咒哎、欸。干嘛这样？冰咒也是主动攻击的吧？至少他有几率在那个、啊、森林啊。哦。我先进来看嘛。哎、欸，你切地图后的巨魔，我们能参加吗？喂。可以试一下、啊。好、啊。我先去上厕所。什么叫我切地图后？啊，你们先进来不是？是陆三虎的。有吗？神物大师刚进来。哎、啊，你说什么换地图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是要维持生物博士？你不是要直接切？假设切到古代书，再切回巨魔？对啊。这样子我们能进你的巨魔吗？能啊。这样还能进你的巨魔？对啊。就是不确定啊。古龙都不会主动攻击，除了炎飞。哦，你知道这回事吗？我知道啊，可是巨魔的巨魔不确定而已啊。对啊，巨魔的有时候看到你就冲过来。我也去看嘛，我去看我瘴气的嘛，我有吃生物果蔬啊，我可以让你抓奇怪毛鸡。你就叫真刺毛鸡。不是啊，吃真毛鸡吧？是真的也不错。所以你进来继续挖奥、啊、出去吗？那个谁，猎魂。
因为没有看到、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巨魔等级，我们现在最高是到几等？七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说总和。不知道。好吧。不然想说，不然就是全五等喽。我不知道。二十应该是不可能呢、啊。十八好像是。十八，天哪、啊！我换地图咯，你们慢慢挖哈。啊，另外一个在长春什么挖沟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所以哎、欸，所以瘴气的毛奇其实算在同一区域，因为那个长春的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。对啊，也不算吧，就是一个高一个低啊，只是比较好看到啊，跟荒地一样啊。对，荒地也是门口往下看，然后转个弯，望远镜看一下就。对啊。还是来打架好了，不然没画面。对啊，来打架。刷毛级也是个画面啊，没有像那个水母飘上去一样啊。你可以剪辑三十分钟刷毛级精。然后就说：“你毛级怎么是这样刷啊？”键盘毛级大师。对啊。好了，我去找你了，我这边也没有。你有恐暴可以打，对啊，所以还是进得来吗？哎、欸，对吼，这是我第二场哎、欸，我直接在野外的第二场哎、欸。哦，找得到哎、欸，还是找得到。恐暴在，没找到就不要退了，我直接去。啊，恐暴在森林。没有，不去。更换装备。要打什么？打驯龙。看你啊。我是都行啊。你要零麦不就打恐暴吗？也行啊。是已经对林曼玉非常的失望。不白痴哦。没道理啊，丢石头，魔物会发现啊，爆头那么大声，魔物不会发现。
害吧？屌啊！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。我看到驯龙来了，听到声音了。我决定去炸驯龙。爽！他生气了。等一下，可领取报酬减少，我的天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驯龙面前死掉，所以他算驯龙杀的。我的天，你先去！我的天，可以重置之类的吗？你去捡个东西，足迹调查这样子吧。没关系啊，再玩啊。晚上好。本来想说去炸驯龙，炸得很爽。想不到被驯龙秀了。邀功，他是我杀的。他是助攻啊。啊，我先去尿尿。好了，我倒呀。快想想，哦，不用想，没事。想说，捕食我也不需要防音啊。可能被吼来不及捕之类的、啊。可以穿不动衣装捕啊。你在打哪？没有，我在挖巨大矿脉。好。我先把回家球压着，帮你去挖矿喽。矿脉在二楼。好。扔哦！魂要打吗？魂还在挖吧。我在做装备。哦。那你回来再来。叫魂。怎么路上有爆桶？啊？路上有爆桶。路上有爆桶，所以你刚刚不是被爆桶杀的吧？我是被爆桶杀的，我不是被他杀的。喂、欸？有人在说谎。那怎么路上会有爆桶？我确定是爆桶杀的、啊。那这是驯龙，只有这驯龙就只有吼了一下，我怎么可能死掉？他不冲了。哦，有助攻哦，就蛮王的蛮王的小鸡。他吼完吃到了那波助攻啊。
真的好夸张哦！你在下面干嘛？钓鱼。哼。这只鱼看起来很大。巨大鱼群出现。你看，大金黄金鱼啊，你说。什么东西？我看没有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每个人看都不一样哎、欸。我就看那只黄金鱼超大，我以为是大黄金鱼，结果挖起来是大金黄金鱼。哦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环境生物大小不一样哎、欸。对啊，上次跟江江用就是不一样，所以才。哇，这样很不优哎、欸。去挖矿吧，等猎魂进来再开打。哦，那我要去换采集装。对，我刚好不用采集装出来挖，我去。嗯。对，我采集，我没有配进我的采集装，这样我不需要重炸，好吧？干对耶，我不要。想到哦。是。没差，我还没吃饭。矿脉这么少，不是矿脉，骨头那么少。萤火龙又来了，哇！来爽没？好，不然我们来打萤火龙啦，我们三个打。好啊，我去吃饭。我应该没饭吃吧？哇，你挖完马上出来，好恐怖哦！哎呀，你不知道去吃饭？我还不能吃啊，时间还没到。哎呀，奈斯呢？什么？打萤火？看一眼。有单逼来呀、啊！哦，可以吃了，补充食材了。冰加冰加。再吃个猫的生物博士，这会有效吗？当然不会有啊！当然不会有啊！你怎么那么天真？并没有。吼吼！你怎么那么天真？哦、那是走。古董真的好少、哦。一酷索，啊，没有古董了。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看我。我们到了、啊。走那边啊，那个怎么往左走？啊！我这撞的怎么那么快啊！我天啊！我拍。吓我！萤火龙咬他，咬他！我教你怎么叫暴食。哎呦喂！还有，干嘛？他不跟你玩？哎，讲讲。他要去玩一下别的游戏。等一下。封印者是不是？不晓得哎、欸，应该是吧。酷洛神。还是咱们来打什么？讲讲。哎、阿超很寂寞。阿超是不是？阿超刚出现，所以我刚被刚龙虐的要死。没事啊，我也常被虐。今昨天跟眼笑就在被他虐，好、哦、难过死了。
我就在站在另外一区看他在那边乱飞乱，然后吐龙卷风。对啊，整个场地都是他的龙卷风。那打个角龙或黑角吧，我又要关城打猎钢角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到底要多换？哦，我看到土拨鼠来了，开弓吃起来。最恶意是他那个，我以为你跑上去看毛奇，想说看到毛奇了耶。谁？你有调查吗？我刚说什么？我看一下。白痴哦、喔，看到土拨鼠了。等一下。毛吉算土拨鼠哦，也算哦，算吧，他算土拨鼠啊。因为看他有个刺针，毛吉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刺猬。等一下，我再滚了。哎、欸，我再弄了，撑住。我晕了，阿角。哦，谢谢。你在笑我啊？我没有笑你，我一惊三赢。啊，我去看我的。你刚在笑我。角龙和黑角哈。嗯，两个都可以。我们那么好呢，我能反弹破他的脚。要破两脚，应该还算 OK 了。是，应该吧。我看我的。哦，我有三金，一银一铜的黑脚。我先看一下角龙的。哦。还是你想要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要。我的角龙没有。我看猎魂阵，黑角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。那我就我就一金一铜的，那给我吧。是，好，你接，我接。啊，对，我看起来就回来了。等他打完这场，我先去下位挖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三五红骨是三万响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黑角龙，这黑角龙是 M 级的吗？请问？你去看一下，我现在在穿装备。我们要下。不是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你是被你开到上位了。我开到上位了，白痴。难怪杀不到啊。我想说，嗯，他刚刚写的等级是13，那、欸、个怪怪的。怪怪。等一下，哇，干什么？我先看一下我的角龙。哎、欸，欸、不是啊，对啊，是 M 四星没错啊。那我刚刚为什么看到是初阶、中阶什么 ？NR 13吧。哦 ，NR 13啊。对，